那我记得那一天宣布了 The Hope College 要招生，然后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心跳了一下，当天我就忍不住跟我先生分享，然后我先生其实根本不知道 The Hope College 要干嘛，但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是停了3秒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觉得你要去报名，我觉得你要参加。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很清楚地跟我说，这会是一个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跟经历我的经验。在来 Hope College之前，其实我都在预备生育这件事情，就这么刚好我收到录取的当天，我也才得知，就是医生建议我跟我先生，如果我想要进一步有孩子的话，就是需要进入到试管或者是其他的治疗。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冲击更大，所以当我早上收到这样的通知，下午看到录取的时候，其实我必须诚实说，那个喜乐是没有的。每天早上我们都有一个敬拜时间，神就对我说，孩子，你愿不愿意先求我的国我的义，然后我就看见神的手好像就伸出来询问我这个回应，然后我就跟神说我愿意的时候，在那一刻我感觉我好像从这件事情当中释放，你知道你的生命不是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没办法生孩子的人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是这个谎言或者控告它是被挪去的。当我把我自己的感觉，当我把我自己的困难先放在后面的时候，是神放在前面的时候，我也感觉自己不再好像是一个受害者或者是可怜的人，而可以重新恢复到神创造我那样自由跟喜乐的生命。